視乎部門的調查結果和最後的報告，估計導致大火迅速蔓延的其中一個原因，可能是因為路邊排檔積存了大量的貨物，而貨物中亦有不少是易燃的物品，引致火勢迅速加強和蔓延。但我強調，真正的起火原因和當時引致火警蔓延的情況是有待調查，才完成了之後才能夠確定的。松屋宇署在大火之後進入受火災影響最嚴重的一棟樓宇，也就是花園街192-194號視察後所得。這一棟大廈原先的14個住宅單位裏面，其中7個是有劏房的，而估計裏面的劏房一共是有20多間。我們現在不能夠肯定這些劏房是否有加重了這次事故的傷亡，因為這個是有待進一步的詳細調查以及錄取口供才能夠知道。但是無可否認，一般來說，劏房的存在可能是會增加住客在火警時的風險。